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戴上光明的兵器。罗马书13:11-12。主啊，在世纪最严重的大流行、灾难性的气候变化、假基督广泛被接受，以及廉价恩典的谬论冲击之下，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睡着了。我们现在要醒来，为基督挺身而出，回应你的呼召，成为代祷者。我们要真正摆脱暗昧的行为，配上光明的兵器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